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江西南昌市。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著名的影视明星邓超在南昌的豪宅。我们都知道邓超呢是江西南昌人，而他所购买的这座小区也是全南昌市最豪华最贵的一座小区了。这座小区的名字呢叫做新力洲悦。这座新力洲悦的房价目前均价在40000左右一个平方，是南昌市最贵的一座小区了。而它旁边的一些小区售价呢仅在10000左右，甚至呢只有几千一个平方。那么为什么这座小区会如此的昂贵呢？那是因为这是一座专门为富人打造的豪华小区，它里面呢一共有7栋楼，而且户型面积也都是最少400-500平米的超大房型。据听说邓超所买的那套房子呢是将近800个平方，折合成现在的市场价值是3000多万。不得不说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而且啊，这座小区的安保措施也是十分的严格，普通人如果没有预约根本呢就进不到里面。在这座小区里面还有一座特别豪华的会所，而这座会所只面对这个小区的用户开放。我们可以看到在大门口啊出入的也全部都是豪车，可以说啊南昌的有钱人基本上都在这里购置了房产，这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据说邓超和孙俪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到这里居住，目前呢这座房子是由他的父母在居住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